咁啊，講翻今日咁啊，最尾呢節咁啊，嗱，今日啤梨就要咁啊，就即係正式佢翻嚟噶啦。咁啊，本來今日啤梨佢翻嚟嘅，不過佢話好多業務佢要處理，咁啊，所以星期日咁啊，都話當時凌晨啊，嗰時曼城就捧緊杯啊，喂，就話星期二就揾埋嘉賓啦，咁啊，都即刻咁啊，揾阿泰哥啊，咁啊，揾阿刁文牛啊，揾阿 Patrick 啊，咁啊，過嚟就傾下偈啊，佢幫下手。咁啊，今晚咁啊，最尾呢節咁啊，諗下，哎呀，咁啊，佢要講啲咩啦？咁啊就。唉，都係繼續講日本旅行。咁啊，通常日本旅行大家都要俾啲掌聲，甚至可以多啲超級嘅留言啦。咁啊，俾下我哋嘅 operator， 因為好多相，咁啊好多嘢佢要準備啊。咁啊，或者如果大家都中意咁啊，呢三個星期啤梨唔喺度時候，咁啊都揾唔同嘅嘉賓，譬如有好多天友啊、蘭姐啊，咁啊等等啦嚇。咁啊，阿黃勇啊，咁啊，甚至係有意義嘅一團火啊，咁啊 Adam 啊，即係動物管理師啊，好多好多唔同。佢範疇嘅，如果大家都覺得呢啲安排有時啊，俾大家接觸下唔同嘅嘢滿意嚇，咁啊都可以咁啊超級留言啦，咁啊就即係當係俾一啲嘅鼓勵嚇，咁啊希望大家就即係多多支持啦。好啦，今日會去。